好，很简单，你只要把盖子放进去保特瓶里面，放进去保特瓶里面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但是不可以太久哦。好，给你十秒钟的时间，好，先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好，计时开始。啊，你那成效诶，一个手拢要断去嘛，有没力？对啊，那个其实很简单，因为那个盖子是软的，盖子是软。十秒，九，八秒，手会听无啦。七秒，六秒，加油！还有五秒，停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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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你讲，这个还要用啊！好，重来一次哦！好，计时，好，加油，开始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加油！水波康，马西一康的呀，一定要从那边放进去啊！波康啊！好，五秒，四秒，三秒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瓶子快快掉了！好，来来来来，时间到，好，可以吗？放瓶进去？不行啊，先帮我拿一下。你今天就叫，就算叫大朋友上台，他也放不进去。哦，真的啊，好，好，所以呢，接下来。我准备了一只手机，难不成你要把手机放进去？怎么可能？好，请帮我检查一下这个手机是不是真的。可以打吗？没有电啊，但是检查一下是不是真的。是真的啦，真的手机啊，真的手机。好了，以前的黄盖的了。好，旧型的，好，旧型的，准备了，数到三，也是三，来，一。等一下，你们真的要看吗？废话，不是啊，要不要看？究竟要看吗？要看啊，不是，因为大家都在吃东西啊。要不要看？哎，要不要看？我们的魔术师把这只手机放在我们这个宝特瓶里面，因为盖子，他说放盖子进去嘛，没有什么掌声。哦，阿拉金巴打开心，紧张垮门就进来啦。虽然我们的菜色很棒，但是台上的节目更棒哦。来看一下这个哈。刚刚瓶盖进去，其实没有什么掌声的，没关系。是的。可是接下来，如果真的把手机放进去，那要不要掌声啊？要。要。要掌声。好的，已经讲好了，对不对？没到底啊。没到底哦。没到底啊，来。好。大家一起数，一。我来就好。哦，你数哈。好，准备喽，一。来了。二。三。啊。真的进去了嘞！哎，掌声鼓励。对啊对啊，啊有人没电拍无啊，不是啊，有人嘛是没电拍无啊。有人没电拍无，幸福的团队。有啊。好有啦。有就好啦。连魔术师拢在拍无啊。都爱人拍哦，对啦，看得出来。他今天变魔术没有领现金没关系，最重要就是你们的掌声，对了哈。哎，那重点来了，重点是你没有把盖子放进去啊，怎么办？你吃啦！哎，真正拢无空，还写那里面哈。好啦。奇怪呢。没关系啊，这个虽然你没有挑战成功，还是送给你啊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掌声鼓励一下。